诸位同学，请转了来看五音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音呢，跟诸位介绍过了。色是物质，咱对伊有正确的认识。今麦请看修，修相形式，修啊是情五色，都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零六五境。用啊现在话来讲，接受外面的境界，眼接受外面的色。你呢接触外面的音声，鼻啊接受外面的气味，舌接受外面的味，心呢接触外面的凌乱寒冽，这是讲修零六五境，这是讲修的作用，就是咱现在讲的感受、享受啊，拢包括伫这里面。也伫法相中里面来讲呢，这是种五色。相呢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分别几多？中风中风禅师，伫这个经上，甲咱刚开始。伊也讲了三种心，言如心就是第六意识，言如攀岩呐，会当思维，会当想象，这个心属于第六识啊，伊有分别的能力，伊有计划度量，拢总是属于分别。第五音来对做相，一切化中心相生啊。第六识的功能啊，真大啊。行呢是第七识，行心思量。为什么该称作行呢？伊啊不间断，念念不间断。坚固的执着，心呢就是心渣，形是形象，从来唔捌间断。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执着我啊，我有两种，一种是灵我，一种是幻我，坚固的执着。这是错误的，实际上呢，并无我啊，令我、犯我都拢无啊。最后一条色，色就是指第八色，执持不坏。第八色是阿赖耶色。第七是万那色，第六呢是意色，前五色是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啊、心色，这是咱对法相啊八色来讲的。第八色呢，就是咱一般人讲的印象啊，印象啊，
咱那见识文声陆军接触外面境界，这是落印象啊。啊，你看到一个人，听到一摆音乐的这个演奏，你就会当记忆起来，你会当回味。啊，这代志啊，已经过去了，为什么还会当想起来呢？因为这个印象啊，落在第八识来对，第八识就亲像咱现在啊，所讲的仓库啊、资料识啊、档案识啊、六识啊，所有一切印象啊，拢总是储存伫这个所在。而且伊啊，永远袂失去啊，即使不坏啊。不但这一生，也各门各地即个代志，土葬伫即内面，袂机会失去。你过去成长，搁较继续成长，无量劫的以前，所有的印象啊。全部拢土葬伫即内底，即、這个代志，咱就当对于西方的催眠术啦，得到证明啊！啊，咱捌看到一个报告，有一个人接受真正深程度的催眠，伊会当讲到伊即世。记起成长，搁再记起，搁较记起，那就总共讲了84岁啊！那都是伊啊，84岁以前的代志，伊也讲得出来。剩下时间呢，有4000多年啊！那伊讲得出迄个时阵生活状况，伊叫什么名？伊在什么所在？甲倒一款人接触？也问伊迄个时阵用的是什么设备？伊拢讲会出来。那这个绝对啊，唔是咧骗人的，绝对唔是骗做的啊！就是说明阿拉亚瑟。含藏的这个经济是确实不灭啦，啊，咱知影催眠是有限的，到80几岁进前，拢相当不容易咯。在佛法里面讲，禅定会当突破这个界限，心清禅定，就像阿罗汉的禅定，会知影讲500岁。啊，过去500岁，还佫知影讲未来500岁，阿罗汉有这能力。菩萨的能力就佫较大啦，如来故地上特低啊，过去无量劫，未来无量劫，拢总清楚，拢总明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道理咱现在明了了，因为见了性了后，像咱常常讲的明心见性，远高初诸菩萨，见性了后啊，就是入已经法界，入不离法门，时间、空间拢定零。无量劫前，拢摆伫个面前。啊，对，这就知影讲，阿赖耶，这个资料库内面的物件非常丰富啊。释迦牟尼佛也捌讲过，那讲咱的阿赖耶识含种的这个经济，就是这个印象、假思，伊是物质，更加细物质。伊讲真虚空啊，
拢袂当用力落去。该知啊，伊毋是物质。啊，第七位的菩萨呢，见性嘛有千千差别。哇，新菩萨有四十一个阶级，拢是啊明心见性的，伊看啊千千公协有差别。亲为菩萨，本人啊阿赖耶识内面含种的习气精进，伊也看会到。就那像是你的档案库资料库内底，伊会当甲调出来。会当随便甲调出来看，若讲知影家己的，也知影一切众生，啊，种个就无咯。你看这催眠呢，催眠这方法也会当讲调出家己的资料档案，伊无办法调别人的啊。心清心定啊！会当去看到一切众生阿赖耶识内面含藏的习气精进，所以佛度众生方便啦。为什么？伊对众生的根性太了解了，伊过去心中形形色色，伊无强唔知影呀。啊，受相形色啊，受心法啦。佛法啦，将一切法最简单的分作两大类，一种是心法，一种是色法。啊，现在科学家也是安尼分呢，伊分为物质、精神。啊，物质是色法，精神就是啊心法。啊，伫佛法内面讲呢，色法加心法是一，唔是二。也咱世间在科学家、铁学家，伊该分作两分，那就是物质，唔是精神，精神唔是物质，啊，拢是独立的。其实咧，佛讲唔是独立的，伊是一，唔是二。啊，心法咧是灵性、灵变，啊，色法啊是所生所变，啊，灵所是一，唔是二。这就是欧阳靖武先生所讲的佛法啦，不是哲学，不是宗教。哲学里面灵数也是分开来，灵不是数，数不是灵。佛法里面所讲的灵数，但是灵数是统一的。严格来讲呢，精神跟物质是绝对分不开。为什么呢？有就发生，这发生的这个特色啊，头前啊，咱有讲了，有四大特性啊。这四大特性就是见闻觉知。所以呢，一切物质都有见闻觉知呀。啊，现代科学啊，就开始发现啦。日本冈本雄博士研究这个水结晶，这是啊发现的这个开端啦、啊。物质有见闻觉知，但是佛经上讲呢，讲了真久了，三千年前佛就讲了。华严经上这是佛最初讲的一部经啊。一切诸法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这是上早讲的啊！佛在楞严会上讲啊，真正清楚，诸法所生啊，为心所现，一切因果，世界迷尘，因心生体，这就讲加更加清楚，心的体啊，就是性。也咱啊，佛法内面常常讲的这个法性，
地物空物发性，连虚空，虚空之体也是发性。啊，发性就有结门各地咯。中风大师在这里面呢，开始的灵地心，灵地心就是大圣经上的佛性、法性。也是一段特色呢，就是结门各地。啊，那现在对这植物做这个实验，细心观察真假，植物呢？那用善意对伊，每天三拜，一拜三分钟就够了。甲伊讲，你呀、啊，生作真好，我也真爱你。真感谢你，这个植物啊，真正生得真好啊！啊，亲像我这个盆栽啊，这个、实验就真明显了。另外一盆，你用恶心的念头对伊，另外真讨厌哩，你说的真歹，我不介意哩。啊，一两礼拜了后啊，伊啊几乎就会打起咯，真明显啊！你啊，注意这地测验，伊真正是会当了解人的意思啊。现在真侪人拢伫学做这个实验，无一个失败，证明植物有发性啊！真正有见闻觉知啊，就是讲伊能看、能听、伊能觉、能知。为什么呢？伊的体是发性啊，发性有这些特色啊。就那像说法内底有地、水、气、风这四种的特性。啊，现在咱啊也无办法来试验矿物。泥沙、沙石，啊，咱伫咧考虑啊，进一步怎样来个观察，伊嘛是有啊，见闻各地的特性，有话内底所讲的话啊，咱就会当了解咯。话咁讲呀，情有无情，动完种地，啊，这个问题咱就解决咯，未过疑惑。一切化众心向心，境随心转，这些问题敢都拢会证明咯？这是啊，非常重要的。说明啊，如果咱真正明白，真正了解咯，也咱家己的。这色受想行识，完全家己会当做主咯。第一个，咱会当做什么主呢？会当袂老啊，会当袂变啊，会当袂死啊。啊，真正会当做主啊！生死，这个经论内面讲的太多了，那是一个转变啦，因果的转变。决定无死啊？为什么你会发生不生不灭啦？发生所变的这个发相呢，身体是相啊。
整个宇宙一切现象是相，相无生灭，性也无生灭啦。啊，通达这款的一个事实真相，也难对有生老病死的一个惊心的念头，完全那就消灭咯，袂阁惊心咯。这是咱所变的啊，灵变的也是我，是真正的我，所变的啊，这不是我。这个意思啊，唔通去错会咯。所变的也是我所变的啊。啊，我咧，我是灵变，灵变是我。所以灵变的是灵之心嘛，妄心嘛，拢是所变的，拢唔是我。所以讲这不色，不色唔是我，不色是心观内的这个作用。而且这个作用是错误的作用，不是啊正确的作用。没咯，就叫做不色，觉悟了都不是不色咯，是素地。素地就是啊正确的作用咯。所以呢，咱呐眼前是非常的错。非常的不好，可以说是初恶五阴合合。那现在这个心啊，这个色心啊，这个色心啊，合合的心相啊，像家明众生众言合合理性，物质呢是地水火风，精神呢是受想行识，但是六道内面众生无量劫以来，拢执着着这个心是家己。用执着着受想行识是家己的心，错咯。有时呢，在这里面去学作业，受啊轮回的果报啊，生生世世逃出逃不啦。袂当出六道轮回啊！大师伫即地甲人讲，非心严之行，你不能多。心严就是讲净土啊，只有仰望西方极乐世界，严离六道轮回。厌离娑婆六道轮回，你真系多啊！啊，这是净土宗的方法，净土对咱就非常有利益咯。啊，因为咱啊对头前一直甲看过来，这个法门方便、简单、容易。这个法门是翻译出，不是输出。翻译出呢，是对建筑讲的；方便呢，是对建筑讲的。转凡心为佛心，是对烦恼作讲的。念起六道轮回，仰望极乐世界，是对众生作讲的。再看后面这条命作，
因果并乱，寿命短促，会不会是劫不落困苦之行，必不能度。啊，命是指寿命，就是讲你得到这个心，在这个一世当中啊，你也会当享受偌长的时间呢？绝大多数。五六十岁就一走去了，五六十岁走的人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十几二十岁走的也比比皆是啊。啊，杜甫唐朝时阵的人，伊伫这个诗句内底有一句话讲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呀。”啊，这是唐朝人讲的啊。啊，因呢？咱的寿命，地来寿命，是继续成长。所做的业因啊，这一生得到的寿命是久无啊，啊，健康长寿的业因，佛在经上甲人讲啊，真清楚，无为布施啊。你有慈悲心，拥有救苦救难，心地善良，去做善业啊，你才会得到健康长寿啊。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寿命就会短了。啊，咱中国这番来对所谓的劫福啊，你的福报劫落。像拍折扣同款，折落啊！呀，本来你会当活一百岁，现在只会当活到六七十岁，折福啊！你哪会当下地为人呢？念念为社会可怜众生设想。啊，行行真正会下地为人，往往寿命的增长啊，寿命延长咯，延年益寿啊，寿命延长，不是享福啊，而从什么呢？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所以讲因果并乱啊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也伫这世间有几个人会当活到一百岁？太少太少了。那哪会在这个一生当中修行正果，就必须都爱
不费时间啊，第时间会当修行，也都爱什么呢？不劳困苦，啊，容易修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啊，贫苦的人较多啊，富贵的人较少啊。啊，贫苦的人，逐工也无用，都有即个生计啊。伊也无遮尔侪时间，所以啊，会当伫伊啊头一点仔闲的时间来修行，就会用你咯。即款的法门，伊才会当成就啊。行踪呢，符合这条件。有较无闲的人，会去做事，到都会有十念法。啊，早起起来，出来有佛像，对佛像拜三拜，合掌。你啊，阿弥陀佛！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只净口开叫一念，念十九开，一口开念的这个佛号，偌济不要紧，无关系，一口开是一念，念啊十九开，规族的人呢，一口开啊，会当念啊二三十声佛号啊。啊！我一口气大概当念二十声。啊，身体要较差一点啊，气较短啊，一口气大概啊，念这六七声是无问题啊。这叫做一念。早起念十念，暗时要睏之前念十念。这叫做十念法啦。啊，前几年，这嘛是有不少年咯，应该差不多有十年咯。我伫吉隆坡，吉隆坡讲经啊，那就是第一摆去吉隆坡讲经的时阵，跟大家啊讲一个。十念法，我这十念简单啊，十念是十句佛号，甲祖师的这个是无同款，非常的简单，一分钟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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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念完咯。真正是一心啊！即来都未夹杂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一工念九拜，早起起来念一拜，暗时要困念一拜，就两拜咯。三顿饭咧念三拜，食饭前合掌，那唔免念供养咒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念十声，即十句。工作的时阵，上班念一拜；工作以前念一拜；下班的时阵念一拜；下晡上班念一拜；下班念一拜，总共九拜。你只要每天来做，一拜拢无欠。安尼是一拜，只要一分钟，袂耽误你的时间啦。真有效果啊！我提倡了后，有真侪人照这方法修。打电话跟我讲，写批跟我讲，要进入效果。为什么符合正宗的这个教会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你啊，这十声好好，不间断啊，因为时间短啊，
你下啊无妄念，十句阿弥陀佛其中无夹杂妄念，是要平常念佛，念一支香，念一点钟啊，一点半钟啊，难免啊无夹杂。哇，这十句的内底未夹杂，真正做够。所以呢，就这个方法来修学的人，修到真好的效果啊！这个方法不敌美国、加拿大真侪地区推动。就是讲，你也有正常的早暗课，你用这个十念法做助修，也是非常非常好啊！工作若是讲真无闲，你就用这个来做进修。这是不费时间、不劳困苦之行。所以正宗怎样会伫五浊内面超越？真是轮回的，那位大师将这道理给咱讲出来了。咱搁看经文，看咱本书《释迦牟尼佛》，啊，咱刷来看。顶面咱有念着，诸佛赞叹本师，在娑婆世界五浊之中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众生啊说示一切难行之法，咱搁刷来看。下面的经文，舍利弗，当地恶有我作恶事，行处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出难行之法，实为甚难。何是即句啊？头前啊是。诸佛赞叹世尊，这段呢，世尊家己啊讲出来了，所以我的大师讲啊，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呢？念佛成佛的啊，念阿弥陀佛成佛的，什么经讲的呢？就是这段经文讲的，伊甲舍利弗讲啊。嘛，就是讲，甲咱讲啊，你应当知影，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我有五浊恶世，行处难思，这个难思就是念佛啦，念佛就是难行之法啦，念佛成佛，以念阿弥陀佛，所以啊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即句是咱世俗人常讲得道了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佛道，无上的佛道。释迦牟尼佛得成佛道是修念佛法门啊，五浊恶世来对修念佛法门，又。为一切世间啊，说出难行之法。这一切世间是讲救法界，为救法界众生说这个难行之法，就是念佛成佛之法。世尊讲咯，是为甚难啊？甚难是真正难行啊！所以真正会当相信这个法门呢，这个经头前有讲啊真好，
不可以消遣君福德，以免德性被国啊！你会当信这个法，会当啊理解这个法啦、啊，会当修行这个法来就证明讲你过去成长、生生世世种的这个善根罪啊，善根福德罪啊，这一生呢拄着缘分咯，会因缘呐。你呀、啊，成就了。前功福德因缘啊，欠一条啊，就未当成就。这三条拢总爱有咯，唔是容易的代志。好、哦、啊，咱看下面，啊，个大师啊，甲咱开始的第八段。一声阿弥陀佛，这释迦本师无我作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咱拄则念这段经文呢，因以出各各传体，今时讲现在，释迦牟尼佛将伊家己啊所证的这个。无上菩提经过修护五浊恶世的众生，真正不容易啊！乃诸佛所行境界，为护五佛能救尽，为九界助力所能性界呀、啊。对这所在，咱就会体会到难呐、啊，真正难呐、啊。啊，连基老基师伫政府内面讲嘅，就讲到这法门难信难信真难信呐、啊。也不能真多啊，为什么伊未成就呢？伊无信呐、啊，哪会知伊无信呢？伊夹杂啊，那念佛夹杂着妄想的内底，什么原因？无信呐、啊，真信呐、啊，伊就未夹杂咯。为什么真信？伊将啊誓言、誓话、佛法拢中放下，我定啊未夹杂。真容易成功啊！啊，咱伫个往生端内面，伫净土圣贤录内面，咱所看到大概真心切愿，说出世间话放下落的人，紧嘞，三个月到半年，慢嘞，两年、三年，伊就成功咯。西方叫做世界，伊就得到咯，伊就会去咯。有第时之真正是去咯，所以较早捌有人问我，唔止一个啊。伊问我讲，净土圣贤录往生端内面讲的，才会念佛人往生。大多数啊，拢是啊，三年啊，是毋是因啊？对，开始念佛，寿命三年就到咯。我啊，甲因大家讲，我讲无可能遮尔啊，拄好，天开哪有遮拄好诶代志呢？每一个念佛的人，三年拢走去咯。我讲无可能遮卡，实际上是甚物？一三年呀、啊、就成就咯。以后寿命伊不爱啊，提早去咯，
我相信这种的人真多啊。最明显的是宋朝殷科，啊，伊真正是用命精进，从阿弥陀念来了。阿弥陀甲伊讲，你的寿命还有十年，但你十年寿命到的时阵，我才来接你。你无爱，我十年寿命无爱了，我今晚就对你来去啊。阿弥陀佛答应呀，好，三天了后我来接应你。三天了后，果然往生啊。所以啊，你还知影，有能力去的人，真正念成功咯。什么功夫呢？实在讲，唔是真困难呐、啊，功夫成片呐、啊。凡性动机通性啊。因侪人到个这境界走去了，对呀、啊，这个世界无贪恋，真正放落来了。安尼讲啊，才合理呀、啊。呀、啊，咱那是功夫到这个程度，你想看卖，你愿意去无？你感觉愿意伫这个世间受苦呢？哪有这款戆人呢？会当去，真正功夫成就会当去，也过唔去，只有这理由。我甲这个所在众生要缘，我嘛过爱加带几个来去，我无急个要去啊。我伫即地过大几年，加带一寡人来去，对想看卖，除这条件以外，要有啥物条件会甲伊留条的呢？无咯，即款的原因，留伫这世间，这是我想讲的，就是心愿再来啊。伊个业报身的问题啊，已经解决了。确实会当随时往生，也唔去，是为着要帮助有缘众生啊。就是讲，这个世间也阁有一挂人会相信，会啊信伊的劝导，会理解灵行。这人啊，会当往生啊！伊唔是为着家己，伊家己无咯，伊为众生啊！佛法里面常讲，为说好慧命啊，为广度众生，家己的代志呢？就亲像经典内面所讲的，所作一般不受好友啊。家己的代志已经是办好事了，随时会当往生。好友是什么？是轮回啊，绝对袂过再去六道轮回了。是这款的境界啊，已经是了咯。无一项放袂落啊！咱学佛，实在讲，至少都爱学着这个本事。咱这个一生无白来啊！这个本事啊，无困难，因为这个功夫唔是讲真深。你若讲到事一心不乱，理心不乱，真正无容易啊！功夫成片无困难啊，最难的倒位，最难就是讲放下。这是我常常跟面动手，你若认真去做，无想过去落到轮回咯。
大声爱放下，自私自利，这念头袂当有啊！爱放下名门利用，啊，名门利用呢，有当时啊，会当去做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个助缘。那是讲对方法利生是有帮助。有这个机缘啊，咱也唔免去提示啊。为什么伊会帮助啊？无这个机缘呢，绝对无需求，绝对也唔通去攀缘。哪个有这个缘分，明文利用来咯，家己想看卖，对方法利生无帮助，那就唔通爱。对方法利生有利益有帮助，啊，这个会用你较用啊，好贪恋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对家己来讲无需要，我欲六尘的享受。我定啊，唔通贪着，一个贪着，我要六尘享受，马上就对了，对个真紧呐。现在咱呐，在伫即个社会上，一般讲开发中的国家，已开发的国家，一般人民生活拢相当富裕。那那学佛的这个人，虽然内面爱知影，这欠，但行啊，拢会向咧爱修修福啊。昨日，我伫61号客厅内面，看到这内面有一个滤水器，有一个洗地凹的这个水盆，大家用过了后，拢啊无洗手啊，家己啊拭落去打。这是爱惜物力啊！你甲看麦，我这个卫生间，这个、水道头用足侪年，你去看新呢？什么原因呢？用完了后，一定咪有墨水，用打薄甲切落打，永远保持新呢。所以我就用这物件。会当啊，用20年，你用啊，结果10年就派去了。就是讲随手解哦，切了清气，这啊叫做修福啊。今年已久啊，大家也无养成这习惯，对细汉啊浪费惯了，大概厝内人也无教你啊。有关系啊！我的家庭是贫苦、平民家庭啊，出身的啊，所以对于什么拢知影爱惜。对细汉就养成绝对袂浪费的习惯啊。这个衫裤实在啊，穿到袂当穿的时阵，才去换新的。换一件，那会穿的一定阁穿落去，只要清气，只要精髓，咱赶快会当去接见宾客。这是啊，出家人的本分啊，
无了用什么工具啊？就这桌啊、椅啊，拢都爱擦甲清清气气啊，保持也完好啊。所以点点滴滴啊，养成小福的这个习惯，养成节俭的习惯，贪嗔痴慢啊，一定爱断啊。这十六字，我常常劝同学，那有这十六字，你念佛啊，不一定会往生啊。这十六字，拢总会改改掉咧，断掉。啊！你往生啊，就把握咯。请刷下来看第八段，咱啊将这个文念一遍。故一声阿弥陀佛，即释迦本师有五座恶世。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今以此故各全体受于众生众生，乃诸佛所行境界，为何无何能究竟？为究竟自力所能信解呀。这个后面几句就要来讲一下，念佛成佛道理啊，无困难啊，诸佛如来、祖师菩萨因拢常讲的。诸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本来是佛啦、啊。现在我发心念佛啦、啊，本来是佛，佮诸位讲是唯心所现啦、啊。现在变作凡夫了，是为一些所变啊。凡夫今仔日讲我，又个念佛了，念佛为心各种凡夫啊，个变作佛了。所以你本来成佛啦，现在个念佛，那会讲未成佛的道理呢？那是用净土宗的话来讲，是心是佛啦、啊，就是你本来是佛啦、啊。现在你念佛是心做佛啦、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过做佛，这就成佛咯。释迦牟尼佛念佛成佛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念佛是因啊，成佛是果啊。噶唔是讲一切法从心上生咧，你念什么就生什么，所以你念菩萨就生菩萨，啊，你念罗汉就生罗汉咯，你念天就生天啦，你念灵，你将来永远未是灵心，灵是什么咧？灵是灵足啊。论上道德啊，是人啊，你啊未是人心，你的念念是贪心啊，念念是贪啊，你就会去做恶鬼咯，贪嘛是恶鬼道的业因啊，啊你念念是嗔恚啊，嗔恚是地狱的业因。你也顾不就去地狱咯？念念牛痴，牛痴是贴身的业因啊，所以是破戒。
咱又来咧，十法界从心想生啊。你也想什么，就现什么款的法界。既然咱知影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也咱为什么无要想佛？所以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。十法界内底第一功德，你总得要清楚的明了。释迦牟尼佛伫这所在表演，互咱看，念阿弥陀佛，正无上佛故。现在，伊老大人将这方法，这是啊，修行正果第一法，传授互咱这诶作世诶众生。问题就是讲，咱是毋是有这福报，善根福德有无啊？如果果然有善根有福德，听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劝告就相信，无怀疑，就会受到啊世尊的感动。这地回头，真正回头了。依教奉行啊，你这个一生啊就会幸福咯。两头一个转，就不是娑婆世界人咯。两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指日可待啊。这是真正成就，真实的成就。所以，大师伫这个后面这三句话讲得真好啊！这是诸佛所行的境界啊！一切诸佛怎有成佛呢？无一尊佛，不是念佛成佛呢？伊若无念佛，伊哪成佛呢？十法界从心想生啊！只有一佛念佛，现前东来必定成佛。所以，这理跟事为何无佛能究竟？究竟圆满彻底明了，如来故地啊！如果咱对有诸佛如来灵性、灵界、灵行，咱敢都是入佛的地界咯。真正这个代志，一定爱得诸佛如来微神的加持啊！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得到一切诸佛如来圆满究竟的加持啊，为九界诸劣所令性界啊，这是难亲之法。九法界众生还可加持，会当啊，性改几乎是无可能的。所以，你灵性灵改是得到佛力加持的，除了感佛力应感应都高啊。咱今仔日真正做同学，也袂当讲死心塌地来修这法门，妄想杂念也够真正多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就是你的善根少，你福德少，缘是拄到了，拄到怎样呢？未当完全相信，未当万年放下，那就啊证明你的善根福德啊不足啊。善根福德不足啊，可以补足。我这个都是缘啊，
你是不是人拄到真正先利息，甲你讲解啊，正宗的经论啊。详详细细将阿弥陀经我讲结了，连敌大师的所抄，后下大师的要解，游客大师的完中抄，详细啊讲一遍，这个言啊不可思议啊！这个言会当提升啊，你这个善根福德啊，保障你啊。先骨福德的不足，你听着了后，你会受感动。真正都会讲放下万言，一心清廉，那你成功咯。哎，那都未着这款的金贤利息息啊，连李大师的主地啊，黄敖大师的主也地啊，看唔捌啦。也是红莲啊，现在大家连最浅显的文言文都不能读，也有什么办法呢？文化史记也过九千年呢，也到文化的最后，这一切经都灭尽了。最后，世尊也阁留这个经啊，注释一百年。这个经肯定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甲《阿弥陀经》。这个大本碎本，最后灭啦。最后，这个也灭去咯，也有一句阿弥陀佛佛号。流传的世间，有人会当念一声，会听到一声，会拢敬贤君啊，已有难逢啊。所以，确实，那讲未得佛的加持，那咱啊无能力信修奉行啊。我看下面一段，信愿持名一行，信愿持名，这就是正宗法门三个条件具足了。真信，切愿，我无任何的希望，只希望是净土，只希望清净弥陀。除这愿望以外，什么愿望都无。啊，你这愿呐、啊，就具足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这个信愿，就是敖耶大师在《要解》里面讲的，真正的大菩提心。我定得生净土，你啊，持名就是你家己的将来往生西方叫做世界的品位啊，品位关阶，完全在持名功夫的深浅。你也拼命去念佛啊，为什么？经过念品啊。未过几种别行的呀，功夫真正成熟咯，往生有把握咯。我一句话讲，什么时阵你拢会当去呀？是什么障碍都拢无咯？佮详细观察观察，这个世界要有甚物缘分无？那是有缘分啦，都唔通赶紧要去，希望你加带几个人去啊！
啊，那上西棺材无烟熏咯，哎，就会当啊放心来去咯。近代，近代往生段内面，咱也看到呀。对韩老和尚的这个徒弟，对韩老和尚的学生啊，谈起法师，谈到甲咱讲真多。早年，韩尼宾吉洛斯的修布师，伊念佛功夫成熟咯，看卖无缘分咯。伊啊，伫道场，因为家己无读书，毋捌字，伫道场拢是做粗石头。虽然念佛功夫成熟，想看卖，无人尊重伊啊，无人相信伊啊。伊就家己走咯，功夫这信息马上就走咯，走了后啊，大家啊才相信，了不起啊，赞叹伊啊，伊无走咧，无人看伊有气啊，所以啊，伊的功夫够了，伊就应该要走咯。那讲你伫平常啊，你啊修养道德、成就学问，有啊，真正侪人尊重你、相信你，你讲的话，伊愿意接受，啊，你的功夫成熟了，你袂当走啊。就是讲，这个世间啊。要未少人跟你有缘，有缘你就未当走，无缘你马上就会当走。所以功夫成熟的人，自细偌久呢？唔是啊，家己的意思啊，完全是缘分啊。有缘就做，缘尽那就走。这叫做行愿再来啊！所以这句真重要，行愿持名，这个修行的方法，不下思维完转我足。思维这两字范围非常广泛，世出世间一切作为，拢总会当放下。那就是讲，念佛这个法门。有需要别个法门来帮助不？无需要，所以说世法拢无需要啊，拢总会当放下，完全我做啊，头前有讲过咯，但是。有信啊，即系入门啊，即系真信啊。啊，你是不是有信呢？对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当看会出来。为什么？果然真信咯，一万年放下，也有放未落，也有分别。要执着，伊的心无根啊，伊毋是真心。
你袂当讲伊无信啊，也袂当讲伊有信啊。啊，伊为什么放袂落咧？伊有疑虑。哇，这位讲，伊对这法门疑情啊无断啊。所以啊，心愿内面啊有夹杂，这个夹杂是依修下这个法门严重的障碍，障碍伊功夫未当成片。往生无把握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要安怎帮助伊呢？听经、学教、听经、专听，净宗的典籍。净宗典籍内面有六种五经一论，或者是专听阿弥陀经，或者是专听无量寿经，啊，你这会用的啊，一边一边来听，爱听偌济遍呢？听到你真正相信，啊，疑惑疑情真正断咯。慢言放下，这个时阵会使免听咯，一句好好念到底就会用你咯。这是真心啊。研究听经的目的，你总要知影，目的就是断疑生信啦。啊，爱固执，心愿之名，求生净土，啊，真正就会有成就啊。非思议所行境界，非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。为什么讲不可思议呢？头先讲的，这个、境界是佛所行的境界，念佛成佛，佛所行的境界。由法界众生，想念佛，想成佛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地界五鬼七仙，行念佛的，无一个未成佛的啊！同性成就的佛法啦，啊，拢是行超啊！啊，所以这佛法称为难行之法啦。写回本书来立恶世，是地菩提以大地大义，见处行处说处众生，何有边处也在？这件代志有几人了解呢？唔免讲，一般研究佛法的人，伊唔捌啦。讲哪是话？像下净土的人，在家出家，有够几个人捌咧？因为伊也捌唔捌，所以讲功夫未当成就啊，功夫未当成片啊。在这一生当中未能往生，果然那是真正办咯，
无这个啊，唔是啊，东升升州啊，你啊真笨咯，你敢问啊？这是假设，那唔是讲释迦牟尼佛，本书释迦牟尼佛示现来咱这个世间，咱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。在这个世间，给人表演念佛成佛啊，释迦菩提是为咱啊表演念佛成佛。这就是佛的经上常常教导人为人演说，释迦牟尼佛家己做到了，给人表演。为咱说明，伊是修学这个法门的，这个法门是持名念佛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阿弥啊，正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以大地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天地的慈悲心，伊也看到这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只有这个法门成就最快速、最简单、最容易。最稳当，成就上悬呢，无与伦比啊！一生圆满成就，唔免等第二生，一念十念拢会成功。即来对。关键啊，就是讲你是不是真正了解这道理？彻底啊，了解方法咯，不可思议啊！真正会放下，哇！常常讲的这十六字，放下，自私自利。放下名闻利用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一句好好念到底啊，无一个未成功诶，无一个未往生啊，就算是反省当基础，哈哈变往生，那位大师讲诶，也不可思议啊，由西方净土是平等的法界啊，是。动机都是生十波，都是生十光啊！一生一切生啊，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找无呀。凡生动机土，下下变往生的人，大家听阿弥陀佛教诲，大家甲观世音文殊普贤弥勒这些大菩萨。八九动行啊！大家啊，斗阵生活，斗阵学习。你啊，要去倒位去找这款环境啊？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我看到这个利益，我看到利益，伊家己啊认真做啊。伊讲我看到这利益，伊家己无咧做啊，啊，咱就对伊怀疑啊。真正看到这利益，你一定要肯做啊。伊若是唔肯做，啊，你讲这个利益是安怎安怎的好啊，咱听着啊，给你笑笑，敢相信啊？你真做啊，真算啦。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。
你啊，四十九年当中，讲真侪变，专攻这个净土三经。古代的甲咱讲啊，无量寿经就唔止一摆啊，无量寿经啊，至少是讲三遍。就现在咱看到的这五种原译本，详细啊去看这本，这本的原本绝对唔是一本。呀，那是共一本的翻译，总是无共人翻的，也是大同小异啊。未讲有真大诶出入，而且五种观念本内面最大诶出入啊，最明显诶，原咧最少无共款，啊，即五种经本有两种是四十八愿啦，啊，有两种是二十四愿，啊，有一种啊是三十六愿。你讲讲即个梵文诶原本来翻译，无可能有遮尔啊侪差异。绝对拢是共款呢，所以古人讲啊，至少有三种无共的原本，有三种无共的原本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世尊啊，三拜无共演讲。这其中也有七种的译本失传咯。啊，七种译本是毋是有别款的无共款的？这都毋知影咯。所以，肯定释迦牟尼佛讲啊，无量寿经是到处宣说，这是老大人一生讲经，将来都拢无会现象，到处宣说一定是非常重要。这叫做说处啊。啊，讲毋是释迦牟尼佛家己甲咱示范，到处诶宣说，很多众生何由彼处呢？就是讲一切众生，凭什么要修学这个法门啊？啊，咱说挖苦的是什么呢？病是挖苦啊，挖苦什么呢？挖苦啊！释迦牟尼佛示现给咱看呀、啊，释迦牟尼佛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可靠无心的宣说劝导，这个绝对不是假呀、啊！这是佛陀真正的大慈大悲的流露啊！体会到即层呢，即、这个层次，你才会讲真正感恩呐、啊。感恩用什么来多补呢？以教奉行啊。我这一生当中，以即个法门得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这我这是啊，布施加福的大恩呐、啊。我这会布施奉诸佛。以这个发挥来对称赞的文德，十方佛赞，成就咱的信心。断除咱的疑惑，我看下面这段，若不亲地机难啊，亲地机心难，将为境有别法，可出我作啊。你若是毋知影？低呀、啊，是亲低，不是谦低呀、啊，太难咯，什么难呢？
超哇六道轮回啊，真正难呐、啊！84000法门，任何一门拢都爱断烦恼啊！爱断见思烦恼，就是头前讲的五浊。五浊实在讲，五浊内面的因，就是见浊、烦恼浊。其他三种是果报啊，因果拢浊啊。啥人有能力断见思烦恼？见思烦恼无断，你就永远袂当脱离六道轮回。因为六道轮回啊，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啊。我初学佛的时阵，阳光经教啊，偏好经教啊，小小啊有了解了后啊，才知影讲真正困难呐、啊。唯心净土的因缘啊，哇，也阁是靠经教。我甲诸位真侪摆的报告，我咧讲楞严，发现观音世迹第25圆通内面实现的是特别圆通。观音世迹是净土法门的西方三圣啊，楞严会上显示的是特别法门，我真大启示啊！华严经的最后，十大愿王都归结录。文殊普贤两个大师说起法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才放下。为什么文殊普贤、观音世迹是咱的心目当中最敬仰的、最羡慕的，伊那拢是念佛求生净土，要我要有什么话能讲呢？得行咯，死心大地啊，袂搁再有怀疑咯，应教我甲主也讲真正多咯。我明了了后，经教也放下了。现在呢，各位讲这经典，这是啊，世俗人情啊，太多人啊来乞请，想看卖，无讲啊，佫真正歹势啊。所以啊，就花出一段时间帮助学行啊，容易的这地啊，那讲是为了我家己，我也不甲诸位讲价，我只讲一部经，都一部呢，
阿弥陀经要有解啊！这是我最有修养、上介意的阿弥陀经要有解啊！这步就够了，要哪个要别项要种什么呢？莲池大师伫咧讲啊，三种十二波，你有何别人我啊？我遮尔侪年来，修一了世出世间的典籍，未少咯。现在伫列伫咱即个教室内底，啊，是毋是我要去念即个咧？毋是啊。我从来都无想要去读遮侪书，也为什么要收集遮侪呢？惊失传啊！现在这世界是乱世，在这安全的所在来收藏，然后和后面的人，我是最容易啊。所以，只要是爱读书的人，来我这地来，我拢是欢喜，我拢敬仰啊。我乐意成就你。啊，咱这所在，如实都拢有，但是道家的物件较少。但现在有的人也少啊，儒家佛较侪。各位同学，弟兄，你爱了解，我用心了解，我修学，我是啊一门精力。无量寿经，我讲过十遍，现在伫新加坡，即摆是第11遍。为什么要讲这经？两个人的互托啊。第一个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将啊这本交互我。叫我都甲伊弘扬公大。第二个是黄念祖老居士的附托，啊，这本伫全世界无人咧讲，迄当时只有伊讲，国内只有伊讲。如果我呢，只有我一个人。现在啊，慢慢的学习，无论修经讲解，无论修经人较侪咯，就加在加，未少人拢在讲好代志啊。哇，这个第11遍是啊，详细来讲解，会当啊，老好。学习无量寿经的同学来呀、啊、做参考。我将来若是也阁有力，也阁有即个寿命，我一定啊是专攻弥陀经要解，四界来讲弥陀经要解，甲大家结缘。所以，咱来知影讲，断烦恼、出三界难，太难太难咯，无第二个方法会当成就啊！下面举一个，比如来讲诶，
黑田之中，议论分连。咱今仔日念这两句，感慨真深啊！三界黑体啊，何况这句话是伫《法华经》里讲的。我早年读《法华经》，看到这句，感触无深。现在呢，看咱这个社会真正是黑体啊！灾难频繁啊，会当讲生活伫这个地球上的人有几个人身心安稳啊？以后无地车啊，你去问看，你有安全感无？伊会甲你讲无安全感啊！一生当中，无论从事倒一行业，无论住伫倒一所在，无安全感嘛。你讲这偌可怕？议论分连，议论就是下低下贱啦。现在也是太明显了。你看看电视播是什么呢？报纸杂志的内容也是什么款呢？网际网络是什么呢？议论分连啦。为情敌记性难，就真正的深深嘛了解这件代志，就是了生死出三界，太难太难了。连后你才会当死尽头心嘛。就所有一切法门放下，无处一行。这一行是什么呢？心愿其名一行啊！心愿其名，我可以经典最简单。最可靠三本书啊，大乘无量寿经，但今仔日采取的是下联基老居士的汇集本，主要是帮助咱生信心，帮助咱发愿。然后这个信愿持名往生净土，另外两部呢，《弥陀经》所抄，《弥陀经要解》，这三部书只要一一部就成功了。虚心大地，这三种物件拢学真好啊！以互相相辅相成啊，帮助你了解更加深、更加透彻。那讲无这时间，无这么多精力，一本就好了。是真啊，头心啊，这句重要，不出一行，什么叫头心？投机取巧的心，是不是还有更加好的法门呢？是不是还有更加快速的法门呢？祖师大帝甲咱讲啊，无咯，
只有进门啊，厝文书虽极口，说其心难，而深足无定动地啊。啊，世尊确确实实的，一个啊，一切世间呐、啊，说出难信之法啦、啊，是为心难呐、啊。一再甲咱讲心难，啊，咱应当知影，知影什么？知影六道轮回、五浊恶世、历尽恶桥弯。那个大师在这地，佮咱讲着，我做难超啊！第一个是劫足，决定啊，为时所有，为靠所逼，决定啊，就是肯定。这是讲劫足啊！现在是什么时代？现在啊，这个时代会使讲是有史以来，从来都唔捌这么严重污染的这个时代。啥人有能力？在这个大泥缸内底未受染污呢？不可能啊！下地下见，我有六点的诱惑，不得了啊！你敢未受诱惑呢？只要你会会诱惑，你一定是为靠所逼啊！无办法离靠的咯。你今仔日认为讲有一点啊享受，一点小乐，迄乐是啥物？我常常讲，那是麻醉啊，那是服毒啊。唔是正常呀、啊。你享受一点啊乐，现在啊，这个世间五欲六尘的乐，你都要付出偌济代价。愿作决定为邪地所点，邪书所写啊！这是讲境界，境界被染污，你啊离袂开啊，邪地邪见，离袂开啊，邪书说法啦、啊！你啊决定会受个影响啊。第三，烦恼作决定为贪欲所含。恶业所摄，建筑咱今日讲精神生活，烦恼族偏重在物质的生活，你无办法放下。我欲六尘的享受，你也肯定在这方面跟世间一切人竞争，你竞争就苦了。你要希望得到更加好的我欲六尘享受，啊，你就会做恶业了。你也不知道方法，你做恶业爱受着恶报啊。众生族决定安于会乱，不能动荡混飞啊！决定安于我做恶事，
伊也伫即内面袂当干恶，袂当混法，永远也袂当脱离六道轮回。最后一条命族决定为无常所吞，食火电光，措手不及。无常是什么呢？无常是死呀、啊！你无办法避免未死呀、啊，死到临头，措手不及，后悔都未赴咯。这个时阵知影错了，太慢了，何况真少人啊！临死的时阵，知影家己错了，太少了。到什么时阵知影家己错呢？到家己堕落到三途啊！才知影讲家己真正是错了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